我想要你帮我逃婚。我是不会帮。别急着拒绝，我不是求你，我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你说江萌萌逃婚了，还是和宋彻一起跑的？放心吧，萌萌跟五皇子婚前旅游去了。小爱还是害怕，总觉得有人跟着我们。跟进我们彪子。你就这么为我倾倒啊？还倾倒，我差点被你吓死。什么人？昨天晚上又失踪一名女孩，又丢了。而且啊，就是在这家客栈丢。我想那歹人呐，肯定是盯上外地来的女孩子了。我找好了，好，走吧。啊，对了，小艾在成功了。小艾不见了。什么？